久，我终于被放出来了，而且又来到了这么热闹的地方。今天我一定要展现自己的实力给大家看哦。实力？你还有实力呢？小瞧人啊！我看你也就有倒数第一的实力吧。这次的第一还是姐姐的。你的？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自信啊！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，我们阳光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来聊点高兴的事情吧。今天我们迎来一位新伙伴，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，在上一期有一位 coser 要挑战我，那今天呢，他也来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，让我们欢迎新伙伴小火柴，欢迎。哥哥姐姐们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小伙伴小火柴，人家还是一名高中生呢，这里第一次做主持有些小紧张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，也请大家多多期待我今天的表现，同时在微博上为我投票哦。好了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你入宅有多久了？半宅四五年，游戏宅可二年，三年了吧？你在干嘛？我们在搞基，不拍不拍不拍。让平静一下，我来。Ladies and 乡亲们，请问采访一下，你入宅多久了呢？六年。怎么入宅的呢？高三带的。So， 那么家长是怎么看待你玩的呢？非常支持。广告时间，稍后回来。那你入宅多久了？两三年。也有六七年了，高三入的宅。那你现在多大？我现在是大二。入宅不是很久，就一年吧。那你是怎么入宅的？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跟我年纪很相近，他的宅就把我带进去了。你入宅多久了？我好像两年了吧，五六年了吧，有七八年。嗨，我现在活动现场逮到了一只皮卡丘。你好啊，我从小就是你的粉丝。你好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看的。你现在多大？现在16。那你的声音怎么会这么成熟？发生了很多事情啊。那我就不详谈了。妹子请问一下，你入宅多久了呢？大概也就一两年那样。那你入宅多久了呢？大概一个半月了。12年。从初中开始吧，我现在大二了。3-4年吧，也不算太久，大概6年左右吧。因为什么原因入的这个圈啊？嗨，因为当时就特别喜欢死神嘛，完了之后就是尝试去搜秀啊，那儿买死神的衣服，所以说慢慢接近了嘛。你觉得你自己宅吗？我算是一个技术宅吧。能问什么技术宅吗？我算是那种对科技比较感兴趣，就平时拆电脑，做个高达，看小说，把我带到比较宅的那个。小说？看什么小说？小说。你家长怎么看待你玩 cos 的呢？只要不影响学习的话，就家长不知道呀。我爸爸妈妈很支持我玩这个的，他们没有一次阻拦过我。比如说上个10月1我去青岛，然后他们就同意了，然后就把我带青岛去了。我当时买了一套 cos 服装以后，我老妈又帮我买了两套。所以你妈妈是很支持你玩 cos 的。她说只要不耽误跟她自己的正常生活其他爱好，反正不是吸毒就可以了。他们还没有发现。你家长没有什么意见？现在家长都特别的开化。我发现想当年我们刚开始玩 cos 的时候，家长都说你们在干嘛。只要身体好，宅不宅无所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很深奥啊，不太明白啊。就是你懂。哦，我懂的，我们都懂的。因为我爹比较傲娇属性，就是看上去说啊不行，然后但是其实是支持的。
我爸爸他老是说我变态。为什么你爸爸总是说你变态啊？他自己就很变态，还说别人。这两个会播出去了，你确定你要这么说吗？哎，那你就在这边漫展看漂亮姑娘，拍漂亮姑娘，你家长会怎么说？要是能带一个走就好了，我家里人肯定很高兴。邪念太重了，这种。那你家长会不会说，哎呦，这 cos 的妹子好好看，带回来一个？不会，但是我买手办的时候，他会特别强调要买衣服多一点的。那你家里人对 cosplay 有什么他们的一些想法吗？没有太多的吧，不支持不反对那类的。这不挺好的，没事就说多参加活动，见见世面挺好的。那好，我做个采访吧。对，好好看，亮我一张图。看到了吗？每次有姐采访的时候，都能引来一堆的围观呢。估计你们其他人是行不了的。今天第一还是我的。我妈妈不管我这些，她知道我是 cos， 所以，比较赞同我。基本不管这个。不过买一些 cos 服太贵了，然后他们骂我几句。我的母上是很支持，然后每次都是开车接送。就是不理不睬。或者是就是少穿这种东西出去就好，就是别给我在外面丢人，说白了。问一下你们这些哥们，这钱哪来的呢？你们是学生啊？我花钱攒的呀，我这就是平常穿的衣服呀、也是从伙食费里扣啊。你确定不是问我借吗？你出 cos 的钱哪里来的？我妈给我。中国好妈妈，是的，我很爱我妈。是自己开网店，然后赚钱再去买 CP， 有的是可以自己买布料做。好想飞扑上去，编导又不给我们午饭，我们要饿着还要给他工作，没有好吃的就算了，连午饭都没有呢。想问一下，你出 cos 的钱是哪来的？我已经工作很久了，反正也算自己赚的。自己平时攒的，家长赞助了一些，还是上学呢是呗。对，我一般不 cos， 我只是一个爱好者，今天只是有兴趣这么穿了。你 cos 的钱一般都从哪里来的呢？一般是我的生活费，还有家包括我打工的钱。我是平时做家务那个挣的钱，就是饭钱什么的。很多 coser 为了饿一个星期买一件 C 服，觉得不太好。支持我的小姨。这是你小姨吗？对，我的小姨。作为家长，你为什么会支持孩子玩 cos 呢？我觉得他喜欢这个东西，而且主要是不影响学习，自己有点兴趣也挺好的。那你玩 cos 这个钱是从哪里来呢？都是我母亲给的，要么都是那个开网店。大部分钱是我，一是道具师，然后第二呢我也接妆。过年的零花钱，你俩是 CP 是吗？我的 CP 今天没来。我只有基友没有 CP， 太扫兴了吧。我靠！我 CP 是女的，我们两个总是互相嫌弃了。哎呀，看见同事了，看我给他来一个突然袭击。你有 CP 吗？走了。那叫 CP 吗？是真爱吗 ？Hello， 萌妹子，我们来采访一下啦。一个六麦的一个 cos 的小优，拿着棒棒。他为什么没有给我抢过呢？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意志力，我们有意志力。你来描述一下你的 CP 是什么样的？不正常。那你正常吗？我也不正常啊。我觉得他挺可爱的。那你的好搭档呢？在哪呢？今天没有来，今天还有事情没有来。虽然我不是外貌协会的，但我也喜欢这种最好看的那行。我是萝莉控，好吗？你是萝莉控吗？那好吧，大叔，这是我好 CP 啊，后宫中的一个。你们后宫中的一个，我觉得这口气真的大到无与伦比，好吗？你有 CP 吗？有 CP。你喜欢他吗？还好吧，因为他是个男人，所以我不喜欢他。妹子晚上约吗？我觉得我好紧张，我觉得我好危险。我一般都是一个人爱来展子，没有 CP， 然后基本上都是来到展子之后去寻求小伙伴。那你们有没有很喜欢的 cos？ 有啊，小梦、小小白和黄静香、上官寄语、小小白、熊叔吧。我最喜欢的 coser 是菊一罗哟，菊一罗。王爷吧，九公子。你最喜欢的 coser 是谁？维恩吧，维恩和那个贝利威尔吧。蓝海、白叔，还有是百里尼龙。你为什么喜欢他们？这白叔人好帅啊，然后我也喜欢上。我也喜欢帅的呀。一个
德国的 coser。他们最经典的 cos 是什么？鲁鲁修，熊叔特别帅。这个开始有采访过另一个主持人，没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讨厌，是谁？我最想打扮的人物呢，就是这个越狱兔。我有自己想出的角色，但是暂时不会。哎妈呀，打那手！我是两个，一个是莫甘娜，也是撸啊撸里面的，一个是蜘蛛，也是撸啊撸里面的。等我瘦下来吧。伊丽莎白吧？那你可以做一个伊丽莎白的标准动作。没事，只要披个床单就可以。你会玩 cos 吗？应该是不会。家庭条件不足，想出角色都是妹子。我想出夏三八四，就是古装版的黑执事。我来解说一下。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动漫里边特别喜欢的人物呢？卡卡西啊，佐助啊，火影的角色。接下来计划有很多，其中一个最大的计划是天使兽跟天女兽，我们俩。还是夏儿。我才是家中之子吧，好久没看了呢。那你最想扮成的 cos 人物是谁？最想扮成的 cos 人物是黑岩射手信长。这里啊，我穿的就是乔班吗？我好喜欢乔班。我想 cos Mary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 Mary 特别漂亮，然后性格也特别内向。那她经典台词就是啊，就是缩起来，就是被惊吓到之后就啊，就缩在那个别人后面。英雄联盟里面的赏金猎人，他喜欢 cos 的都是巨乳。是是的，憨色小伙伴吗？你确定你能打到我吗，小坏师？近朱萧小天色异，长枪独守大唐魂。哎，这上面是英雄联盟的，哎，还好没有卡错的，不然我一定疯了。那你最想扮成的 cosplay 的人物是谁？就像星星娘，还有那些看门狗里面那些游戏里面那些人，灵魂我都喜欢。来自话今生爱上你，我从未后悔过，但若是有来生，我再也不要爱上你。我最喜欢的话应该是《刀剑神域》里的同人，只有我自己才可以打败我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栗子。错的不是我，而是世界。我还有不过阿雷斯特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方系列里面的魂魄妖气。解除封印。那你们两个不同国界的，为什么会在一起？什么就在一起了？就是啊，贱人。你觉得我适合 cos 什么人物？小圆。自己这么漂亮，什么都可以啊。比较萌一点的妹子都可以出。我这一辈子就脱不了呆这个词。那你觉得我还适合 cos 哪些人物呢？家系列其他的。因为你蛮 man 的，还是挺汉子的。我不想伤害你的，是你逼我的。能出神乐没问题。其实萌妹都可以的，或者一起。你觉得我最适合 cos 哪个人物？小心说话啊，我脾气很暴躁的。我林柏林。我觉得你现在 cos 的这个初音就很棒啊，你本身就是很漂亮的人啊。我好害羞啊。我说你能塑造的人物还很多啊，你有幽花呀。我可塑性特别强是吗？对。你觉得我这种比较适合出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我觉得你适合萌萌哒那种妹子类型。你男小鸟。写初音比较萌的很适合妹子吧。就比如说像叶斯娜，以及像那个钢手，哎，钢手你还不对，钢手你还不够。像小樱啊什么的都可以啊。今天你们是不是觉得这里非常的热闹，玩得非常开心跟过瘾呢？但是其实呢，我们是有那么一点点挫败感的。我们都没有好吃的。吃的？你竟然还想着吃的？你看咱们都穿的是什么东西？你瞧瞧人家小樱，人家小樱还有个棒棒呢。棒棒是什么？好吃吗？都怪我们的愚蠢的编导，天天就知道给你吃。你看我们的服装，下次我们强烈要求要全套。全套。不要 A 货。有好吃的最重要了。你就知道吃。可是好饿。我们在下期呢还会在这里进行接彩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期喽。下期见喽。